这干嘛的？这还有女娃，哎，你稍微慢点。哎哎，美女，美女。啊，怎么了？就是能不能问一下你路呀？你去哪呀？就是那个三道沟怎么走呀？三道沟？对。你从这儿往前走，然后翻到三道沟就到三道沟了。我从这儿往前走，翻过三道沟，就到三道沟。那这个三道沟，它到底是我要过上几道沟，它才到三道沟吗？你就翻三个沟吧。你意思说是翻三个沟就到了？嗯。就是意思你就是翻三个坡是吧？对对对。哎，你把我这绕的都绕迷糊了。我们这路不太好走，在山里。哎，美女，你带这么多娃干啥呀？哦，这都是我的学生。啊，这是你的学生？啊，我送他们回家呀。不是，那你是干嘛的呀？我是过来支教的。啊，你过来支教的？嗯。哎，现在很少有年轻女娃能吃这种苦过来支教。哎，谢谢。美女，啊，那现在不是放学了都应该有校车，不是能把他们一个个都送到家门口吗？你们这没有校车呀？我们这山里哪来的校车呀？我把他们都送回去。都送回去？这没有校车。嗯嗯。那他们爸爸妈妈不来接他们吗？他们爸爸妈妈都没在家。都没在家。对，他们都是一些家里只有老人的，我送他们回去。你还送他们回去？嗯。啊，那你这还挺辛苦的。你到这山里来干啥呀，大哥？我这不是你们这不是说是种那啥？蚕子比较多嘛，我想过来就是收点蚕子回去做那蚕丝被嘛。啊，那你现在来的太早了嘛，到9、10月份应该才收蚕吧？到9、10月份才收蚕。嗯，哎，这不是在这迷路了嘛，然后问一下路嘛。啊，你从这直走就到。啊，从这直走就到了。对对对。哎，那行，那谢谢啊。啊，没事。哎，走。哎，美女，啊，你看，要不是这儿嘛，你给我指路了，要不是这儿，你让小朋友们都上车，我把他一送嘛。啊，不用了，大哥，嗯，可能不太方便吧。没事啊，我这也是空着，车也是空着的呀，反正我都，你们也是往前走对吧？啊，对，我们到前面去。那就是，那我顺带就把你们带回去，你不然你走路，你看这会儿都估计马上天都黑了。可以吗？你顺路吗？可以啊。我顺路啊，我也是往前走嘛，你们也是往前面去是吧？对对对。那要不你们上车玩命。一次就带回去了，你不然你这一个个往回送，那你得多久 啊？嗯，那多少钱啊，大哥？这钱那就不要钱了吧？不要钱啊？你就顺路的事嘛，要钱干啥？你看这些小朋友这么可爱，早点把他们送回家，是不是也安全？你也可以早点休息。那谢谢你了，大哥。行，没事，那你们就上车吧啊。来。哎，姑娘啊，这还有多久到三道沟啊？我看这都走了这么久了。这现在才到一道沟，还得一会儿呢。哦，才到一道沟。对。哎，这也太远了吧。好。那行，那你坐好啊。好。哎，大哥。啊。慢点。啊，慢点。对，我有点想。啊，你晕车啊？那行了，那我停了，我停了啊。哎，姑娘，那你要不有点纸，你先擦一下。哦，谢谢你啊，大哥。哎，你还坐不了车呀？我有点晕车。啊，有点晕车。啊，哎，那你们平时下班了，你们怎么回来呀？我们就走路回去嘛。走路回来？嗯。你跟我说这才一道沟，你走路，你在哪住着呀？我在二道沟嘛。二道沟意思二道沟还要往那前面走。对，从这再翻过一个沟就到了。哎呀，那你们平时走路得走多久啊？40分钟吧。40分钟。嗯。那还得走得快是吧？啊，对，我走得挺快的。哎呀，那你真的太厉害了。嗯。哎，姑娘。啊。那能问一下你叫啥名字吗？哦，你叫我甜甜就可以了。甜甜了。嗯。你这名字真好听。哎，甜甜。谢谢啊。我看你这样子，你应该才18岁吧？我都20了，大哥。你20岁了？啊。哎，甜甜。啊。那你20岁了，你怎么就是不在城里找一份好的工作？你看这农村，就除了环境稍微好点，你经济收入应该也不高呀。你这么能干的。我之前也在城里来着，哎，算了，不说了，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，不想再提了。啊，那不好意思啊，提到你不开心的事了。没事。哎，甜甜，这个是啥啊？这个果子看着还挺红的。这是山栗，你没吃过吗？山栗。对啊。啥是山栗啊？给你摘一个。这能吃吗？可以啊，我给你擦一下。哎，我不吃，我害怕吃了会拉肚子，我不要。可以的，真能吃。那要不你先吃一下。真可以吃。我害怕吃了会拉肚子。那我吃了。那你吃。这不酸吗？不酸，很甜。哎呀，给你摘一个。那你给我摘一个，我尝一下，这看着好红呀，又红又大。嗯，真的很甜。啊，这看着。我给你擦一下。行了，谢谢了。哎，我掉了。啊，没事，你捡起来就行。
没事，我给你擦一下，干净的。这能吃啊？能吃，啊，这确实是看着挺红的。真的，你尝一下。那我吃了啊。尝嘛。嗯，好吃吧？可以，又脆又甜，一点都不酸。嗯，这个汁水很大的。确实。嗯。哎，你们这真舒服，你看，这又有美景，还有美食，想吃啥都是纯天然的。是吧？嗯。哎，摘一些。你还得摘一些啊！我拿回去吃。这是没人要吗？这是山里的，山里的长的野果子，都自己摘着吃就行了。啊，哎，甜甜，嗯，那你平时你男朋友不来接你下班吗？我没有男朋友。没有男朋友？哎呦，你别骗我，你这么优秀，你没有男朋友？其实我来这山里之前，在城里的时候也谈了一个，啊，然后他和我。最好的朋友在一起了啊？意思你谈那个对象，就她和你闺蜜在一块了？对，然后我就想静一下嘛，就来这山里。啊，你就到这山里来支教了。甜甜，你也不要难过，你这么优秀，我相信你肯定会找一个比她更好的一个男的，会肯定会更加喜欢你，更加疼你。谢谢你啊，大哥。哎，过去了，没事的。确实，人还是要往前看，你以后的生活肯定越来越好。哎，甜甜，要不我给你帮忙摘吧？我自己来，你自己来，啊，你能够得到？我可以够到的。你要不要给你摘一下？没事没事，你摘吧，我不要。行，那我摘一下。我行，你摘一下。好，谢谢你啊，大哥，我到了。啊，这就是你们家二道沟啊，甜甜。对啊，这就是二道沟。哎，这确实沟看起来挺深的。还可以了。行行行，今天谢谢你了，啊，大哥。没事，那你注意安全啊。好，我先走了。行行，那你先走吧。哎哎，甜甜甜甜，啊，就是我刚还问你呢。怎么了？那我这会儿到那个三道沟还需要多久啊？三道沟的话，你再走三个小时吧。就这个路还要走三个小时？对。哎呀，我。你们这路太窄了，又山的，我都开不习惯，我感觉晚上我都不敢再开车了。你开慢一点嘛。开慢一点。嗯。哎，甜甜。啊。那你们这附近就是有没有人住店了或者吃饭的地方？我不行，今晚上在这休息，晚上明天走算了。住店的话，我们这山里没有住店的地方。没有住店的地方。对。民宿没有啊？没有那种地方。五星级酒店也没有。那哪来呀？这山里嘛。嗯，哎，那好吧，我你今天还没吃饭呀，大哥。我跟你说，在这山上转了一天，到处问都问不出去路嘛。这到现在你听这声音，肚子叽里咕噜叫了。就刚才吃了一个你说的什么什么野果还是啥，变了一下。野山栗啊，对对。那，哦，要不你跟我去我家吃饭吧？去你家吃饭？对，我给你做饭吃。那会不会不太方便？没事，我家就我一个嘛。就你一个人？嗯。就是要从这沟上去。对，你跟我走吧。行行行，那我跟你走。嗯，哎哎哎，甜甜甜甜，不是你稍微慢着，这我有点恐高，你看这我害怕一会儿掉下去了。这好稳固的。你这连个挡子都没有，我掉下去我这顿饭得吃的。没事，这么宽的，你一个大男人怕什么？那要不你牵我过去吧。我牵你啊。啊，对啊，我真的我害怕一会儿会掉到沟里面去，我这饭吃的就不划算了。哎，真是，那我牵你。行行行，你抓着啊，好好，我抓着你啊。啊，走吧。这不是过来了吗？哎呀，甜甜，这饭吃的真的是惊心动魄呀！就是现在我们从这个哒哒哒哒哒，是不是上去就到了？对对对，马上就到了。那行，那我跟着你一块儿啊。好，啊，你看着赶紧下。行行行，好，嗯。大哥到家了。啊，这就是你们家。对。哎，你们这小院看着好温馨的。哎，这种的是啥呀？葡萄。哦，葡萄啊，对对对，哎，这看着这流口水。还没熟呢，等熟了给你摘。行了，啊，今天谢谢你。行行行，好，那我在这坐一会儿。啊，我给你做饭。行，好，谢谢了啊。